pertandingan yang sangat menentukan untuk
牛逼呀、啊！哈哈哈！他妈一首五中四，上半场好像也是个五中四啊。一起的话收了，以及葡萄牙那么子也收了，基本上收了。牛逼呀、啊！分的话，滚球应该还不错。角球，咱们这轮再次吃饱了，印尼还是有球的，吃饱了。燕青这波进球没有问题吧？确实漂亮。